刘牧师的那次的主日信息，他里面就有讲到说，如果你有惹儿女的气，那去跟他道歉。对，然后那一次我觉得还蛮美好的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因为就是都在家里嘛，对，那所以我就跟儿子，就我们全家就一起可以线上主日，我就问他说，哎，我有什么地方啊，曾经让你觉得很受伤的吗？对，那儿子他就讲了，他就说他在国小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我很严格要求他英文的成绩，对，他觉得很痛苦，他好几次都躲在棉被里面哭。对，那我当下其实真的没有想到说，哇，原来我对他的要求会造成他这么大的伤害，就跟他说，哎，真的很对不起你，我就抱抱他。对，没想到他就开始大哭，而且我觉得他哭得非常的伤心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哇，真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一句话，甚至是一个要求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孩子里面都会产生一些非常负面的一些效果，对，还有一些伤害。对，那我觉得也很感恩，因为我觉得在那次之后，我觉得跟儿子的关系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跨越，然后我觉得他也很贴心啊。对，因为后来他也提醒我，妈妈，你是不是要去跟外婆道歉，因为有时候你们会吵架。那听到儿子这样讲之后，其实我当下的反应是我不想，我不要。那我后来醒察，为什么我对于孩子我可以这样谦卑的跟孩子道歉，但是对于妈妈却不行。那原来在我里面，我可能一直觉得妈妈对不起我比较多，对，那我对妈妈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不饶恕的恶心。那我后来想到圣真牧师说，不要成为一个只会为别人祷告的机器，但是对于自己的问题却没有办法突破。所以呢，我就百般艰难的是，我就写了 LINE 给我的母亲，是我跟她道歉。对，那我觉得很感谢主，因为隔天妈妈就很温暖的回应，对，那也请求我的原谅。那我就邀请妈妈加入我和孩子的家庭 RPG。对，那隔天我们就开始了四个人的 RPG。圣真牧师说，有时候我们主动和好，不代表我们是我们错了，而是我们在乎那个关系可以更加的美好。去请求家人的原谅，对，然后更多的表达爱和尊荣。其实我觉得就是鼓起勇气吧。对，当鼓起勇气的时候，我觉得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收获，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感谢主，在今年的五月甜蜜家庭月，我深切的感受到神在我的家庭当中做了医治和恢复的工作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，阿们。